了，对不对？快！哇！啊！直接踩我的！好，给我，好，给我。这样算可以？可以。来来，弟弟顶，一起顶。好，那你顶给我。好，你来。好，你来。放，脚放。不行，你这头。来，你扶着我，你过来，来站，来站。OK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好，紧张，好，来，好，这个先走，先走，好了，等，算，一起练跑步，一，二，对，了解，呼吸，不要讲话。来，牵手。好了，五一，调节呼吸哦。慢慢来，大步走就好，不然你这样上坡会没力。行不行？看到人了，不要跌倒。来来来，有人在作答，所以你们要先排队哦。顺便休息一下，喘一下。好，来。阿明古堡，我刚要写气感了，我去后面排队。去后面，对，后面排队。所以你们要去排队。坐。好，来第二组去。来排队，好啊，排队。默契联想题，一想到甜的食物，你会想到什么？甜的食物。哦。拿破就要离开了，后面的人都来哦。你，好亮出来。什么？错了，对不对？排队。来来来，后后。写个关于我的。来，一想到周杰伦的一首歌，你会想到什么？睡。差不多。不要看哦。来。什么？来你来，错，下一组。排队。排队。这样比较难哦，他们都错哎。默契联想题，一想到姓陈的艺人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姓陈的艺人。陈。一起亮，好。哇！一起亮，好。哇！加油！一想到黄色的水果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一二三，香蕉，过关。好，来，不用抢，来，不看答案哦，看对方的。默契联想题，一想到马铃薯做成的食物或是加工食品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这不对。好，一二三，出题，过关，漂亮，超强的呀，不要怕。等他很久了。哦，在那里。啊。哦。等一下，前面还排很长。答一二三，答错。老婆去游乐园最常玩的游乐设施是什么？答案要给镜头看哦。安排，待会放一来，一二三，然后叫飞冲，冲啊！对，哇，还有，对，多轻，不能被第二组赶上了，走，还有，小倩倩，直走还是上？听了，直走，提谁？提我。好，请问昆达喜欢的电影类型是？哇，这也太难了。来，请揭晓情感感情的不义爱情不算，感情可以，但你写情感不行。哎，来，以谁？我情感。好，老公最讨厌的昆虫，写下来。老公最讨厌昆虫。简单，很简单。
好，我知道。老公最讨厌的昆虫。蟑螂，蟑螂，恭喜答对。小心被猴抓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，妹妹。一二三，终于。得来不易。辛苦了，抱一下。谢谢老哥。谢谢啊。夫妻默契题，老公老婆，老婆老婆老婆为基准，老婆最喜欢的数字，老婆最喜欢的数字，来，自己写自己的，啊，好来，好，一二三，答错，答错，还对，一二三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。我好想哭，太感动。可以放手一搏的人是很可怕的。好辛苦啊！好可怜啊！我们是四五名哎，结果我们现在是一二名。没有，他那才上一半就抛弃我们到前面了。好，老婆为基准，老婆最喜欢的台湾县市。台湾县市，县市，县市，对。一二三，答错，答错。你怎么会改了？你谁？老婆。你。你我。昆达最喜欢的颜色。昆达最喜欢的颜色是。黑色。答错了，答错。黑色。答错了，答错。你我。老公老婆，老婆老公老婆，老婆最喜欢的动物，老婆最喜欢的动物，动物啊啊啊！哎，不发出声音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什么？老鼠啊！老鼠，老鼠，恭喜答对。有有有，我下面了，我上面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是。